走。妈咪别走。小宝，妈妈不走，妈妈陪你在这儿睡觉觉。我把他哄睡着之后，我就回自己房间。那可不行，你一走，小宝就会醒的。可是只有一张床，那不是正好吗？小宝睡中间，你睡那边，我睡这边。不可能，我还是回自己房间。妈妈唱歌，妈咪唱歌，小宝，那妈妈就唱歌给你听啊。